这个孩子被家人欺负，被大孩子欺负，甚至没有一个朋友。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种能操控物体的特殊能力，并能通过锻炼将能力变得更强大，最后竟然可以控制别人做任何事情。他会用这种能力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呢？宇哥出品，必是精品。今天宇哥为你们介绍一部有点特别的挪威惊悚悬疑片。因父亲工作调动，一家四口搬到新地方居住。大女儿安安智商只有4岁，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不会说话。妹妹小一有时会搞她一下，掐姐姐的腿，她却像没有感觉一样毫无反应。总算来到了新家，安安玩着墙壁上的开关，无聊的小一来到门口的小河，一脚踩死一只蚯蚓。宇哥，我真不喜欢欺负昆虫的小孩。第二天，小一在外面玩耍时遇到了男孩阿杰，阿杰将小一带到小树林一起玩耍，这里有他盖的小木屋，并为小一展示了自己隔山打牛的特技。阿杰能将他面前丢下的瓶盖用意念弹飞，太神奇了。终于交到了新朋友，小一很开心。然而老妈并不喜欢女儿和阿杰玩，让他去和其他男孩踢足球。小一下楼转了一圈没找到足球队，回家后看到地上有碎玻璃，拾起一些放进了姐姐的鞋里。这恶作剧真有点过了，不知情的妈妈为安安穿上了鞋。小区里还住着一个脸上有白癜风单亲家庭的女孩黑妹，她在家穿鞋时突然感觉一阵疼痛，脱脚发现脚面一片殷红，转眼间脚又没事了。此时安安的脚疼痛难忍，却无法表达，疼得直跺脚。妈妈给她脱下鞋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宇哥我看着都心疼。原来黑妹有心灵感应的能力，她方才感应到了安安脚上的疼痛，现在又找到了安安家，俩人隔着门感应到了彼此。第二天，小一带姐姐出去玩，但没一会儿阿杰就来了，俩人把安安放在秋千上跑去踢足球，球却被大孩子抢走了，阿杰还受到了欺负，俩人只好去别的地方玩。他们发现了黑妹家走失的猫咪，阿杰抱着猫咪爬上高楼，竟然将猫咪从楼上摔了下去，猫咪还没死，拖着残腿走了一会儿。阿杰不顾小一劝阻，竟然一脚踩爆了猫头，没想到这男孩如此残忍。小一意识到他的可怕，不想再和他玩了。回去发现从不和人肢体接触的姐姐却和黑妹在一起玩得很好，两人约好第二天在一起玩耍。第二天，小一带姐姐去赴约，安还是第一次这么开心。小一回到那栋楼，看到了猫咪僵硬的尸体，回来后发现阿杰和安安与黑妹在一起，紧张地走过去，发现姐姐在用超能力控制飞盘旋转。原来姐姐也有超能力，更神奇的是黑妹、安安、阿杰三人可以心灵相通，三人不用说话就能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到家后，安安感应到了黑妹，两人同时画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小鱼，没想到两人隔着这么远还能对话。而阿杰也感应到了，在泥土里也画了一只小鱼，却被不知情的单亲老妈好一顿训斥。第二天，几个小伙伴又玩起了心灵感应游戏。小一在姐姐耳边说阿杰是大笨蛋，没想到这个玩笑激怒了阿杰，他用意念将黑妹推倒，并向小一丢石头，大发雷霆。安安挡在小一面前，阻止阿杰对妹妹行凶，两人用意念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。最终安安赢了，腿上却被插了根树枝，阿杰去摸黑妹，没保护安安推倒阿杰，阿杰悻悻地走了。黑妹告诉小一，安安能感受到疼痛，只是无法表达。在黑妹的鼓励下，安安居然能一点点说话了，虽然只是简单的单词，但小一也为姐姐由衷的开心。回家后，小一告诉妈妈姐姐会说话了，但此时安安说话还不熟练，只说了个妈字便被老妈阻止了。阿杰的能力越来越强，这天老妈对他发了点火，为报复，阿杰竟用意念操纵锅将老妈砸晕，然后又将一锅滚烫的开水倾倒在妈妈身上。黑妹感应到了阿杰家发生的事，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深夜，阿杰妈醒来后哭着让儿子打急救电话，阿杰却没有打。第二天，妈妈发现与黑妹一起玩的大女儿安安已经可以流利地说整句话了，她激动地哭了。
回去便开始对女儿进行了特训。在黑妹的远程协助下，安安叫出了爸爸，爸爸也激动极了，想抱抱女儿，但自闭症安安依旧害怕身体接触。此时的阿杰越来越黑化，深夜他用意念操控一位大叔，被操控的大叔用板砖拍死了上次欺负阿杰的足球男孩。小一从父母口中得知了发生的事情，来现场查看时再次遇见了阿杰。阿杰为他展示了自己的操控能力，他操纵小一走上了这台坏冰箱上，然后又对一个无辜的足球少年下手，隔空折断了少年的小腿。何仇何怨，何至于此？感应到发生什么的黑妹跑来阻止阿杰继续行凶，却被阿杰隔空扼住喉咙。眼见着混小的要下死手，小一冲过去推倒阿杰，救了黑妹。愤怒的阿杰又对小一下手时，姐姐恩怒喝着走来，吓走了阿杰。黑妹想与安安合力解决掉阿杰这个恶魔，他们知道阿杰干的这些事，但由于天色已晚，老妈不放安安出去。然而如今凉的已结下，阿杰怎会善罢甘休？深夜他用意念操控黑妹的妈妈产生幻觉，妈妈竟用刀捅了亲生女儿，换过时来为时已晚，可怜的小黑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。没了黑妹，安安再次变回了之前那个傻女孩，不再开口说话。第一个目标已解决，阿杰开始对下一个目标动手。他操控一个男人欲对小一姐妹动手，好在有门禁挡着，眼见危险也步步逼近。而姐姐又变回了之前的傻子，是保护姐姐的时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一拿了点钱，像诀别一样抱了抱妈妈，然后出门买了只玩具飞机去找阿杰一起玩。阿杰虽有些怀疑，但他也需要朋友，还是上当了。小一一步步引着阿杰来到人行桥上，让阿杰站上台子，然后趁机从身后将他推了下去。但阿杰摔在了草丛上，小一跑进树林捡了块玻璃防身。这时地上的树枝突然变成了他最怕的蛇，一时间整个世界都变了，是阿杰制造的幻象。小一被蛊惑着一步步走到路中央，眼近要出危险时，玻璃割破手掌，破除了幻象。小一光速闪避，一只腿受了点伤。在医院处理后，小叶打着石膏回来，在窗前再次看到了阿杰。这混小子命真硬，担心老妈被他操控，小叶逃进洗手间锁好门。好在老妈片刻后出门了。然而回到房间后，发现姐姐出去找阿杰算账了。两人隔着一条小河互相对峙，阿杰放出一记冲击波击倒了安安。为保护姐姐，小叶唤醒了体内的治愈能力，治好了自己的伤腿。而此时阿杰与安安的意念对决还在进行着。小一赶来紧紧握住了姐姐的手，姐妹二人联手合力发功，阿杰节节后退，终于被姐妹二人击败。这次这小混蛋应该是真的被干掉了。到家后，安安继续在他的画板上胡乱画着，小一哭着投入了妈妈的怀抱。此时安安涂掉方才乱画的东西，停下了手中的笔，准备再次作画。无辜者是2021年9月3日在挪威上映的惊悚悬疑片。这部影片令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之前曾做过的超能失控，豆瓣上更是有人戏称这是儿童版的超能失控。影片开始时，我以为小一很坏，看到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坏。虽然他对姐姐做了很多过分的事，但这是因为姐姐没有表达出疼痛感，年幼的他才会以为姐姐并不疼。他能分辨出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。阿杰杀死猫的那一刻，他便知道了阿杰才是真正的恶魔。之后再次和他一起玩，是因为他以为阿杰并没有那么坏，只是虐待动物，不会对自己和姐姐等人行凶。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。当然这一切也都与家庭有关，虽然同是单亲家庭，黑妹的妈妈对他很关心，遇到事情也没有粗鲁的责骂，而是温柔的对话。反观阿杰的妈妈，表面上看是在关心孩子，却三两句就爆炸，对孩子大喊大叫，严厉斥责。家庭的因素导致阿杰内心极度阴暗，导致当他有了异于常人的能力后，不知该如何控制自己，用他的能力报复欺负别人，甚至对自己的妈妈下了狠手。关于影片结尾，安安涂掉胡乱涂鸦的画后，
短暂停顿后准备再次作画的开放结局，可以有两种结尾。黑暗结局是阿杰还没有死，他恢复后幻想了更为强大的能力，准备再次攻击安安，安安因感应到他还停下了手中的画笔。光明结局是安安被彻底治愈，可以说话表达自己的思想了。此处给大家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，超能失控里的大孩子有了超能力后都会失控，更何况是心智极不成熟的儿童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做的这些事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。这部电影令远哥我再次想起了史上最虐心的电影《伊甸湖》，未成年人教育真是一个全球都头疼的大问题，真是应了那句得罪谁都别得罪熊孩子。做视频不易，最近宇哥真的很难，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辛苦大家动动小手转发评论点赞支持一下，感恩。